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种，这个是我用优格啊。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点优格，然后来加这个我们的紫苏糖浆，它也是会非常的美味哦。我们用这样子的优格啊，你可以吃多少用多少哦。像如我们可以两。一个人、两个人吃都可以啊、哦。当然，这样除了很简单的优格之外呢，你上面可以放一些水果，比如说小黄瓜呀，或是番茄呀。喜欢吃什么水果就放什么水果，或是奇异果呀。好比说，我现在目前冰箱就只有奇异果，那么我就可以放一点奇异果下去哦，然后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美味的夏日凉品哦。我们就很简单的放几片的奇异果下去。我现在现讲现切了一下奇异果哦，很简单的切几片奇异果哦。有一点颜色，有一点红哦，就这么简单的切上几片奇异果。就放上几片奇异果，那就是一个很美味的水果啊，很棒的水果餐呢、啊，你也可以这样子吃，然后我们就。淋上一点我们的这个紫苏糖浆，这样子就不会只是这个优格的酸，而有一点点的甜，这样也非常的美味哦，而且又美丽，有黄的，有黑的，有红的，这个就是夏天最美味的。良品。